大家好，我是时光。昨天公堆黑了啊，运气没能坚持住。狮子头昨天是三红两黑啊，已经连红了四天。欧冠这些天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今天联赛开始，有需要的随时联系。今天的公推带来一场比利时甲级联赛，韦斯特洛 VS 安德莱赫特。这场比赛很简单，不是主队买不起啊，而是客队让 0.75 更具性价比。本场主推安德莱赫特让 0.75 求胜。